终于坐到公车了，我已经从出杭州东站到现在是三个多小时，站超累的。我们拿七路公车有位置坐，你看到旁边会，真的会累到会死掉了。不过也真的是挺好玩的，就是一个不同的今天都是完完全全都是坐公车跟坐地铁。之前来杭州来了一次的时候都会坐打车的话，觉得说也没必要，我就觉得多花那么多钱，我觉得其实虽然不贵，但是我又不想花那么多钱在这上，因为毕竟下一趟打车一趟大概10块嘛，还是你坐公车才2块钱啊，那觉得其实这样还比较划算，就多花点时间，反正时间也多，我觉得比较悠哉的这样子。今天他刚好也可以来顺手来拍 vlog， 这个第一次拍 vlog 就是在杭州，他可能就比较不习惯那个，就会一直往上看，就看一直翻白眼。就先这样子，那我们准备要去杭州的那个西湖银泰广场。好，那就先这样哦。好，我们来看，对，到了银泰广场，这里一整区4.8，超大，至少觉得快，至少有半径至少500公尺吧。它操场的那个大区全部都是银泰广场，超夸张的。银泰呢，就是我在杭州那边一个最大的一个商场的一个集团，以及是最大的地址。那既然这么牛逼，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集团，背后到底是谁？你看，连是你看维密的店也是整间店，大家可以猜得到是谁吗？杭州最有钱的人是谁？就是马爸爸。对，银泰也是被阿里巴巴买下来。对，马爸爸就是牛，就是有钱，就是厉害。所以呢，只要我觉得马爸爸真的是马云，阿里集团已经承包了大半个杭州市区，真的很厉害。这家叫做卤鹅大劳，是我在杭州最喜欢的餐厅。然后我觉得性价比比起上海是好很多，它这么多一样，才53块，这要是在上海应该70，至少多有个20块。整体是有一个复古港风的一个餐厅，但是呢，这不是杭州餐厅，卤味餐厅，我觉得蛮喜欢。然后也有，就是出海口那边草台都是很，大家都看得到。八万，一个人？对，一个人。然后他点单的桌台是很可爱，八万。米饭可以帮我上吗？这样觉得，然后还有一个白饭跟银耳汤，我觉得这样子 CP 值真的很够。半上期了，这样子53块，真的很可以呢。还有银耳汤才6块，真的，可以超。这个不算，我只能算数了。我之前吃猪肉的话，我会吃那个他大排或是他的那个猪肠，但是现在不吃猪肉了，因为那个欧洲那个美洲猪瘟的关系。那就来开动啦！今天要住的是这个太空舱酒店，这我没有住过，这太空舱酒店也是所谓的就是胶囊旅馆。我来看看，你挺想去2楼，
这种就是太空舱，原本以为是那种很可怕那种棺材房，自己有点害怕的那种感觉。其实说真的还好，就好好玩哦。其实它没有到想象中这么小哎。对啊，然后它是一晚134块人民币，是我觉得这个躺下也挺舒服的，还蛮 OK 的。第一次，然后这边是也是都需要插卡才能够去开灯，然后充电什么东西其实都有，还有风、耳机、USB， 还有小小的那个可以看一下它的面板操作，有耳机、USB、风，然后阅读灯、灯子哦，这个化妆很棒，这个镜子，对，然后电源、门锁，哎，好、哦，真的还挺不错的耶，真的跟我想象中比较起来，我以为会很可怕的楼，但外面是真的有一点点，但是觉得一个人住还行，还行。可以接受。场馆到啦！终于！我在中国看了第一场林俊杰的演唱会，这是等这一天，等超久了。好开心，激动啊！大家都快疯了，我觉得会哭哎，会一定会哭的。这个是看这个上面的吗？是吗？这样不对，我就说怎么可以？我的老天鹅啊！我是在试，我进去的地方是在13、14、15、16，这个走到死哦，超遥远呐、啊。这个体育场真的超大，真的觉得会走到吐的那种感觉，好可怕、啊！对，老天鹅啊，大家走多远啊？这应该比台大体育馆还要大吧？我妈呀，真的是减肥走到死啊！我觉得这里应该是正门，我觉得这边是正门，黄龙体育场。我妈呀，走超远的，7点开始走，现在几点？我看看，7:10。我的老天啊，真的有够大的，走在20号啊，快25号，对，在4号，真的。超偏远的，重点还一堆人在排进去，我的妈呀，太可怕了吧！看看 ，look， 这真的很偏远呢，天哪，太可怕了！我的老天啊，我的妈呀，人太多，真的太夸张了。坐满的人超沉的，这位置其实应该是在那边，虽然还可以接受一下，到这边刚好的视角，哇，羡慕前面的位置哦，好想到前面哦。不过我的扣打全部都留给我的神话了，能看到他就已经不错了。OK， 哇靠，人好多啊！妈呀！觉得开心。嘿，手一开天，嗨，全部都是紫色的，超嗨的，位置也很好，拉近，耶，终于来了，等了4年。我的生活。